哇塞，这么大一只，太大了吧！好油啊，很肥的。我和妹妹拔了好久才拔得干净的。不要跑！来这么来了，老马哥。嗯。发现。把一点舀出来，小孩子不是不能吃辣的，另外弄，我们就弄啤酒鹅，太油了，把这点舀出来。现在把配料放下去，生姜、大蒜、泡椒、干辣椒。放一勺豆瓣酱，放啤酒，放两瓶啤酒吧。哎，那个开啤酒放哪去了哟？准备打灯了啊，这边先。灯吗？这个小。盖上盖子。炖一个小时就可以吃饭了。反正这里，这有电视吗？啊。嗯。我们在外面来鸡呀。我的妈！来来来。来。嗯。啊。老板，老板，要不要饭不要？这个啊。要不？要。那个嘴巴啦，都。啊，嘴巴，嘴巴。对对对对，来尾巴。接过来啊！哎呦，用眼睛老了。啊，小朋友要吃啊，要吃啊。嗯，这个你来挖。啊，要那根七八六的，可昨天老妈出去拜鬼，然后你问那没安那要干，这没干啥。啊。那个开门，跟我开门。不怕，不要。妈在那不啊？真的，你带带人把那辣标了。今天小芬这个鹅肉炒的还可以。好吃了，嗯。这个好吃，要冬泳的要有。嗯、你给脑袋冻了，不玩。这个脑直接冻吧。哦。
冬瓜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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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只有五十几了？冬瓜还没得福建。